现在是晚上的8:05左右，我们刚刚吃完晚餐，然后我们一家都窝在沙发这边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啊！然后我们今天要就继续来玩创世小玩家哈，先来开机，就继续来玩创世小玩家。彤彤最近很喜欢看我玩创世小玩家，然后简单的部分也可以给彤彤一起参与，对不对？我负责盖房子，好。跟打落落的怪物。跟你走的时候，你去工作的时候，我来帮你守护先，要不然怕你被打死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玩到六，长方针到六就去洗澡。六是几分？三十。30，不能赖皮哦。来，打勾勾一下，到六要做什么？那打勾勾是这样，洗澡。澡。好。那我们就来玩创世小玩家。其实我也蛮想玩旺达与巨像的。我看旺达与巨像太久没玩，我会忘记怎么打巨像。那下次再玩旺达与巨像，好不好？先玩创世小玩家。创世小玩家，我觉得它会有3、4季了。还有，我现在才第二季耶。你说第三章、第四章对不对？因为还有位置。我现在才第二章。对，应该是有机会。第一章我们现在在按的话，就是重新啊。可以，每一张玩完还可以重新玩，它还有自由模式。然后再大声，我小声一点。哦，还开到20级，小声一点，12就好了，10就好了。第二张《病魔大片》，爸爸再继续讲故事给你听。我喜欢爸爸一边玩一边讲。好。现在几乎要做的事都是去蓝色传送门，而且我们要盖一个东西。给我碳烤沙丁鱼，他说要碳烤沙丁鱼。我没有沙丁鱼，可以给他碳烤沙丁鱼来。我看一下，可以，可是我们现在没有，还要煤炭，我们没有煤炭。沙丁鱼没了，为什么？用完了，给那个谁了？所以而且还有煤炭才能碳烤，所以都不够。麻痹药，他在干嘛？怪怪东西。满月草能治疗动弹不得的症状，解除麻痹。我们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去蓝色传送门找所有的东西。谁来放屁？我先盖一个这个。哎，这蛮小的。算小吗？我盖这里好了。可是你这门是不是外面？哎，不是，我看到它需要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盖了，放下去才知道。他说不能够用墙壁。我放在这里就没有墙壁。这里。我先把它打掉好了，这个讨厌的墙壁。啊，等一下。因为满了都没办法收集了，我先把它。出柱子，你上次掉到了出柱子。对，我先把它拿回去。你钓鱼钓到一个出柱子，我钓到5只沙丁鱼。我等一下还要再去钓鱼。因为我钓了吗？对不对？对。有可能这次换我掉出树枝啊！金属粘液，那金属石上面才有的很珍贵。97个图块，等一下要用。好，等一下我先做个炒毛豆好了，烤苦香菇毛豆。好，吃个毛豆，因为肚子感觉快饿了。3个面包，好，先这样。然后看要放哪。然后结果都快晚上了。你今天你要晚上盖？不要不要，我先把它放好。这边是不是可以把它敲掉？比较平哦。谁补？这不行哦，不能放屁哦！你自己也会放屁，还敢说我？你自己都放了屁。我把它盖整齐一点。你不能再敲了。这会敲到它，对不对？然后敲到它就行。这样子。我就想到底可不可以共用墙壁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把这些补补齐。不行。16个多的，99个嘞，土块要再新装一个地方嘞，因为已经99个土块了。我把这个补起来就好，这样子整齐一点。然后让你盖东西的时候又好盖。对啊，把它补平。快要晚上了。
然后他要去睡觉了。石怪物来发现我们了。有吗？有。哦、彗星一集了吗？睡觉吧。把这个补好，就去睡觉。我去睡觉。哎，都有人了，都有人了，没位置睡了，只剩他没睡，因为他没床，对不对？我做一个床好了。要做好几个，要不然你的伙伴都不能睡，伙伴会累死。快打他！他不让我放床，因为他醒来了耶。他睡觉，他不让我睡觉，一直跟我讲话。终于可以睡。可以睡了，再放一个床。你还要再放好几个，要不然因为你伙伴越来越多了。好。要不要我再帮你的房间改造一下？好啊，那我再做两个床好了。要不要帮？要我想要改造一下。那房间没人。好，交给你放床了。你要放在房间，还是要放在病房？现在是彤彤在控制的。把那个草弄掉，放在下面靠墙壁这边好了。对啊。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想。那个是杂草，好，这边不错，一样空一格，对不对？有。这张桌子放中间有没有？啊，之后有桌子再放，我们可以去那个了，放设计图。这边地板都铺平了，为什么这个有超过吗？哦，这里也算是室内，所以我把这修掉。我把地都整平，有没有？这样平一点。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知道。把它弄平，比较好看。把它补平好了。很疗愈，你有看它补起来很疗愈的感觉吗？没了，好了，放在这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，我完美这样。很完美吗？这样放。要不要看看它需要什么？看它需要什么？土45个。我们99个。罐子2个，先去做两，柴火1个。我们涂99个，不用怕。罐子2个，我们有2个罐子吗？罐子有1个，还差1个，再做一个罐子。罐子，好。那你说的第二个罐子？拿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柴火1个。柴火在哪里？柴火在这。第5盖。我都收集好材料再给你去盖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什么？再去看一下。烹调用的柴火1个，插花1个，木桌子3个。烹调用的柴火1个，我们没有烹调用的柴火。有啊，你旁边就是啊。这个是吗？对啊。哎，这是烹调用柴火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生产烹调用的柴火？可以啊。这边照明只有火把跟柴火，我往下面看一下啊。有啊，烹调用柴火在这。好，还有什么我忘了？烹调用柴火还有什么？4张木桌。插花1个，3张木桌。插花1个。喂，大型病房为什么损坏了？哎，有人把我们的病房拆了。哇，他从外面一路拆进来，他把我们的病房拆了，这样病人会被打啦。对，我赶快把它修好。
不要用，我等一下要盖那个。我怎么变成没有穿衣服了？衣服坏了。衣服被打坏了，是不是？羽绒服。羽绒服先。你以前是不是有备用的？有吗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赶快装备。然后我的木锤也快坏了，再做一个备用的。大木锤。然后封条用柴火，还有什么插花？要做插花，插花一个，插花一个。然后木桌子三个，一个。我还不够了，要出树枝，没有出树枝了。我来帮你打出树枝。好啊，你去帮我拿。到处都有。三个出树枝才能做一张木桌子，那我们要需要几个出树枝？你算算看。三个树枝要做一张木桌子，我们还缺两个木桌子，那需要打几个树树枝？六个。好，这里就很多啊，像这种都是。那个在毒里面，你下去会中毒哦。你全部在毒里，我不知道了。你想在这里打不就好了？你打试试看。大山不能打，可以打。好，你去上面比较安全了，上面没有毒。一次两个，只有一次两个。都是史莱姆，你不用怕，不要理他们就好了，绕开他们走，他们追不上你的。因为那个瓜牛很可怕。瓜牛的速度很慢啊，还是我来，你觉得很害怕？尤其到处，到处是怪物，你有点紧张了吗？就我再上去就有弓箭手哎、欸！不要理他们就好了，赶快走。你不要去惹他们，他们就不会来弄你。这个是不是可以打出很多柱子来？对，这个一次两个，这个一次两个，所以这个打四个了，所以这打两次，所以这打三次就好了。多收集一点，以后说不定还要用到。这边有就这边敲敲，可是在我们基地附近都没有了，都被拿完了。以后路上看到还是要顺便拿一下了。不要感觉处处只很那个。对啊，真的需要用的时候，一次就用掉很多了。我们附近已经都没有了，都要走蛮远的了。好了，到家了，然后还剩两张木桌子，一张。两张，这一张就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。好，树枝之后先收起来。还需要什么？看一下。木桌子三个，软椅垫两个，稻草门一个，收纳箱一个，软椅垫两个。我帮你借收纳箱一个。啊，软椅垫，软椅垫两个，哇，软椅垫也不能，木材，要木材。软椅垫一个，软椅垫两个。我也给你两个对，然后还要那个收纳箱一个。哦，还有收纳箱。收纳箱不是有做过备用的、啊？没有，用掉了。收纳箱一个，收纳箱也是要出树枝做的、欸。就是三个可以做一个收纳箱，这样都满了吗？收纳箱还有什么？软椅垫、收纳箱，然后稻草门一个。你现在不能装了，我先提醒你。我先收起来，这个盒子不用，毛皮不用，盒子不用，稻草门，稻草门一个，好了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。给你去干，现在换彤彤去盖房子了。六岁的小孩正在盖房子，然后我老婆在旁边滑 iPad， 嗨，看那个听音乐啦，看演唱会。彤彤在控制，彤彤从五岁就开始控制了吧，两岁就开始跟我玩，两岁我们就破萨达传说，对，两岁就破萨达，跟我们一起破的。
一起的，对。在盖房子，看彤彤盖房子。下次我们开实况好了。之前我实况都是接在我的那个个人的账号，都没有什么人陪我们一起。我们现在这个一起的频道比较多人会陪我们一起，会看我们玩，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。等很快第一层盖完，我就回去睡觉。太累了，你会怕吗？我记得有一次不睡觉，就熬夜把它盖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是现实生活中，是游戏里面的。游戏里面天黑了，没关系，第二层等一下也是需要的。自己轻松一下。好了，我回去睡觉了。你怕有怪物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有很多张床。按叉叉可以关掉那个选单。我有还有，睡觉喽，呀皮，你就要继续盖了。好，可以盖了。晚上下雨，到早上还在下来。这边的天气都是不好的。对啊，本来就很不好。跳进去吧，可以跳进去。继续盖吧，要两层的墙壁才算一间房子。对，要不然不会算你盖这个很疗愈吗？对啊，感觉疗愈。哎呀，中间缝一个洞了，这好好玩啊。还有那边，对，分隔的地方，要盖两层吗？应该要。两层，对，没有哎，上面不用，上面不用，上面敲掉，它只要一层就好。然后你按下这个按钮，看那个土块是不是已经满了？对，土块45打勾了嘛，土块好了。罐子。罐子要放哪里？放外面。再来放罐子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按这样，按这样一次，按这样。盖房子的感觉，那个心感觉有种那个盖好的感觉。你再看一下，进去之前盖个门。你先不要盖门，最后再盖。我跟你说，你盖门进去出来之后，开门就会让你比较慢。门最后再放，你按一下中间那个看，对，罐子也打勾了哈。现在放柴火，柴火要放哪里？哦，看到了吗？小的烹调用的柴火是大的。小柴火，好，按一下中间的那个小柴火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做小柴火，我带你去做，来。有，我记得你有做。还是丢到那个收纳箱了。丢到收纳箱了。好，先收起来。看一下收纳箱吗？小柴火。也没有小柴火，我们做一个小柴火，带给彤彤去盖。哎、欸，小柴火不够了，要出树枝两个。哇，我决定去打毒里面的那个比较近，中毒就中毒了。你不管吗？不管了啦。已经够血了，这样比较快，一次就把它全打，既然都要中毒了。好了，快起来。然后先做个小柴火，反正会自动补血，反正会补血，在毒死之前赶快起来。我们玩第一张没有死过哎、欸，好像都没死过啊！快死之前就赶快传送回基地，不知道死的时候会怎样，死了就重来啊，就从你记录的地方开始啊。圈圈的位置，就是你现在站的位置。这里。你要对准。不是。好。这里。对了，再看一下，柴火应该打勾。对，烹调用柴火。接下来轮到烹调用柴火。奶奶，好。
还是占好多位置。对啊，你是在三个位置。空调没回好。我知道为什么那个土块只要放一个，你看。上面放双大箱。好，那我现在先要盖桌子，再盖那个餐花。对。应该三个桌子并排在一起，很整齐。对啊，很疗愈。我喜欢东西摆得整整齐齐。我也喜欢。我不喜欢乱七八糟的。我也不喜欢乱七八糟。好，然后上面要摆什么？插花在中间。好。好。哇，这种房间看起来很漂亮。很舒服的感觉，软椅垫两个。软椅垫在最后面，好像一个鼓。软椅垫很像鼓啊，还可以坐这样，还可以坐下。对啊。只是收纳箱和门了。对，门最好，门你就是要出去的时候再顺便盖一下。来吧。还有收纳箱，收纳箱，帅哦。门出去的时候顺便盖。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耶、yeah ！来，爸爸念故事给你，他现在有故事了。若琳的设计图完成了，首次制作了医院食堂，然后对，因为食堂想要让病痛痊愈，就得在这做点有营养的东西。居民会将料理存入收纳箱。哇，哇，太惊人啦！大家都来恭喜了，哦，挺不赖的嘛，真的太棒喽。诺琳，这个人叫诺琳，他说：呀呼，你终于帮我做好调理室了。我其实有在想呢，想说干脆就吃生吃鱼好了，可是我不敢生吃，嘿嘿，要笑就笑吧，我是个没出息的人。不过等你是对的，这样我终于能吃一顿鱼料理了。对了对了，鱼很有营养的哦，这种食物对生病的病患也很有帮助才对。你也去料理鱼给病房里的那些病患吃吧。啊！我怎么突然关心起病患了？彤彤，你这家伙，有时候真会戳人痛处哎！他给我们十个红油，红油没有用吗？红油也是有用的啦。我先去把它收起来。我们去钓个鱼给病患吃。我有鱼。我没有鱼竿，我上次钓了五滴三丁鱼，爸爸钓了那个一个粗树枝。对，粗树枝也是有用的吧？我先吃面包，不是吃毛豆，狂吃。面包你早就没了。对，没面包了。也是多一个房子了。然后这里可以干嘛？这里也是可以通电。你都没有来装东西过，然后人也没有来。我看看老爷爷，他在放东西。我想要看老爷爷放了什么进去，没有，他放了好多药草，有十八个药草。这个人想要吃沙丁鱼，烤沙丁鱼，炭烤的。我们去叫个炭烤的好了。好多病患。对啊。然后那个病患要吃满月丸。满月丸，嗯，不够做。我们满月丸要怎么做？看一下，顺便收集材料。这里有满月丸，黑色的，要银鱿鱼跟麻痹针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们顺便去收集这样的。银鱿鱼。我们现在都只有钓出沙丁鱼。好，那我们做完这个事，我们就要去洗澡，好不好？银鱿鱼感觉很难钓哎。没钓过。那我来钓。啊，我先去放钓竿。我把那个史莱姆先打掉好了，免得。我们在钓鱼的时候，他还偷袭我们。这个讨厌死了！你敢在？粗树枝也顺便弄一点，粗树枝都快没了。哎，他直接下水了。笨蛋！换个位置，这里好了。这里感觉会掉到新的。我先钓一次。看你会钓到什么？一人一次吗？粗树枝。
因为我钓了一个沙丁鱼，换你。你才钓一次沙丁鱼。哦，钓上金属史莱姆，彤彤，快，我去打它。我们钓了一个金属史莱姆，哎，好了，但是天快黑了，嗨。死了，而且快天黑了，我们先回去，彤彤。我钓上金属史莱姆。对啊，我第一次看到钓起来金属史莱姆哎。金属史莱姆很好哎。很好啊，他就钓了一个金属史莱姆的那个的水滴还是什么油给我们。我们先回去。金属史莱姆很稀有哎。很稀有，很珍贵。很久才有一只。我先做个碳烤沙丁鱼给那个病人吃哈，有一个病人，然后再去睡觉。我是钓，金属。老爷爷也在做哎。看看他做了什么、啊？没有，还没做好。哎、欸，他啊，还要煤炭才能够了。我还没有煤炭，先睡觉好了。你写那么长，你还要去采煤炭吧？对，采煤炭。采煤炭还要什么麻痹针？我们好多事要做。可是游戏时间快到了，彤彤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你会赖皮吗？我们刚刚的约定怎么样？那我们做最后一件事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游戏时间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我们，你想要钓沙丁鱼，你要完成做沙丁鱼就好。我们满月完就下次再做，好不好？我去采个煤炭，然后你钓沙丁鱼，我们去给那个人吃。你再钓五个沙丁鱼，煤炭在哪里？我想办法采到煤炭。煤炭是黑黑的，对不对？这边都没有黑黑的，会不会要走很远啊？椰子树，为什么都没有黑黑的？哇，物品已经满了，我刚忘记先清空了。先回去整理东西吧，我没有煤炭了。打电动就是这样子，很容易就打超过时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没有做一个段落，事情还没有一个段落，你就会想要做一个段落。爸爸可以理解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。煤炭到底在哪里啊？没有煤炭，我们就不能炭烤沙丁鱼。还是其实就在基地附近就有煤炭，不用跑太远。东西又满，我们有两个金属史莱，金属涟漪了。我采的。我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煤炭，有黑黑的吗？没有。还是要蓝色传送门那里有。好像都没有黑黑的，所以应该在蓝色传送门那里啊。我们第一张有拿过煤炭，但这一张还没有拿到过。怎么办呢？这里面是什么？这是我打出来的那个隐藏路吗？好像是、欸。我们在这边救了一个人，你记得吗？然后敲出一条隐藏路来，这么里面都没有煤炭的，外面会有吗？外面这个路都封起来了，我们把它打破啊！我们把它打破，会做一条路上去。然后豆。
然后都没有炒过的东西。喜欢吃生芒果。进入山姆吗？对。游戏时间三十分钟，我们要赶快做一个段落。还有美拉烧我，哇，跑好快！这里有没有煤炭？哎，有可能哦，这里有这种不同颜色的土。这是铁。这是铁。麻痹花，麻痹草。煤炭到底在哪里？我只是想找煤炭。对，我只是想找煤炭，想做个炭烤沙丁鱼而已。满月娃我也做不出来。我们已经走到好深的地方了。土罐车应该是可以，可是我啊，我扣水了。对，我已经走到之前要搭那个病原体的地方。这里有没有煤炭？要找煤炭还要打怪物。是哪只？怪物的蛋。这有煤炭吗？怪物的蛋干嘛？弹幕摔坏了。对，这个就叫观测所。上面有没有煤炭？我上去看一下。你要用的叶子？这个是吗？是。哦。世界地图，这是地图，哦，上面是哪一个地图啦？但是我来到好危险的地方。什么世界都，整个世界都标记了。怎么办？我们来到很偏僻的地方，是快天黑了，毛毛虫都来了。你要的东西卖又没了。对，怎么办？我没有东西了。你不能装了，而且又加上你血块没了。你吃个药草不行，吃个生命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丢掉的？我把树枝丢掉吗？不能，那可以放别的东西。啊，有没有箱子啊？这有没有箱子可以暂时放一下？那可以放的东西吗？树枝不能放。要不要用个青梅拉之翼？青梅拉之翼用了我就没了。不行，现在晚上的。没有东西可以，要可以放的东西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只能用青梅拉之翼回去，好可惜哦。就打到我要做满月丸的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不够吃。好吧，那我们改成做满月丸好了，至少完成一件事再去洗澡，要不然不甘心。而且你血块没了。对，先睡觉再整理东西好了。青梅拉之翼真的很重要。哎呦，睡满了啦。
满了，没有人是醒着，全部都去睡，只剩我们是醒着了。之前熬夜啦，而且怪物都来了，一定要让伙伴发现，伙伴就会去打怪物。躲在这里。笨蛋的。快醒来！你们这几个笨床的。之前有人没睡，还会陪我一起打怪物。因为你都不开门，怪物都进不来呀、啊。醒来了，醒来了。睡觉可以让他睡，有怪物不能睡觉。对，他说有怪物，你就睡的时候不能睡。可以睡了。赶快抢床，好像大风吹一样。大家都抢。大家都要抢床。大风吹呀。大风吹就是要抢椅子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抢椅子。什么有戴眼镜的人，然后戴眼镜的人就要跑去抢椅子，要交换椅子。我在玩大风吹，我可以做满月王，我是弄不到碳烤沙丁鱼，我至少做个满月王吧。你有世界地图，世界地图就是如果你迷路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回家的时候，你看看地图。对，就可以了。你就知道怎么回家了。没错。收起来。你把世界地图收了、欸。对，收起来没关系。要看的时候在哪就好。可是要看的时候，你几乎都不在家、啊。因为我想要多带一点东西啊。那边的路我暂时是算蛮熟悉的，目前用不到。看一下、喔，草毛豆需要，因为我会肚子饿，会饿死。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这样就好了。赶快去拿那个可以做满月丸的，我们就今天有解决一个任务，好不好？可是满月丸还有其他的东西。满月丸不是只用那个就好了吗？满月丸还要鱼，对不对？还要一个什么鱼，对不对？除了麻痹症，还要吟游鱼、欸。我天哪，我们今天真的没办法去洗澡。不安心。不安心。我不安心。你会不安心吗？我就会害怕。你快一点，你动作快一点。你快多快呀？跑得那么快。呵呵，那速度就是这么快，对不对？加速之类的，最快就这样的。我不管有没有梯子，我直接打过去路了啊。我小时候就这样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祖奶奶就随时要关我的电源了，所以再不去洗澡就关电源了。我就玩得很紧张，然后就加速。有时候在迷宫里，在最后一关是小时候电动是没有那么容易存档的，打到最后一关了，然后就被关掉了。刚刚那个在哪里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刚打败了那个，还是他已经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在这。我记得一两个。有麻痹针，我拿到第一次获得了麻痹针。小。很蝙蝠哎。第一次获得了草皮种子，是什么？我没有来过这吗？好高的树屋哦！哎、欸，好酥麻，身体酥酥麻麻的，动不了。来来来来人啊，救救救救命，快救我！他也要满月玩，这边还可以睡觉哎。他的树屋哎，好酷哦！你别扣我这些。对，我拿它。我麻痹了。哇！我麻了，完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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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补血！撞墙了！我麻痹也不能动了。好了，我有两个麻痹的那个麻痹针，可以。现在只差银鱿鱼。哪里有？哦，都走到这么深的地方了。那么多那个草的地方。对啊，麻痹草。
他们身上有这个麻痹针，可以做满月丸。你看，好多毛。又麻了。又让我麻。就是要浪费我们药草嘛。没关系，我的仓库里有十几个，下次再带。又麻了，又麻了。我们被打的不会痛。这么里面的还没有那个煤炭的，那煤炭到底在哪里拿？这是什么？大王花。他想拿针刺我了。对啊。他变成我们拿他。哇，这怎么回事？一堆麻痹草，硬直的草，长出了扎实的布。这边好多是没有拿过的东西的。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硬质的草。都来这里面了，就多拿一点再走。硬质的草一次两个。你这边可以钓鱼吗？可以耶。地狱大钳就是地狱大螃蟹。痛痛！哇，好厉害的感觉，打不赢他哎、欸。偷袭他呢？打不赢他，我去别的地方。打他！他是地狱大螃蟹，很厉害哎、欸，而且一定。我打他一次才扣一滴而已。那偷偷打啊！他技术三，你打他不是也只扣一滴？可是我被包围，快死了。这不行、啊，你自己说。偷打，打带跑，快跑！完了完了，我会被打死的。你看一步格鞋不就买了？哎、欸，我掉河里了。地狱大螃蟹。我打他，然后就跑，打了就跑。哇，他打我就扣9滴耶。你剩12滴血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再被打下死了。你有没有补血？有啊，吃了药草。这两家人在外总是要。出家人在外吃个止腰的吗？你就把路都拆了啊。来了一个，没有什么东西，首次获得了蟹螯，然后还有蟹夹，想出了煮螃蟹的料理。我不敢再钓，你要在这边钓吗？会不会又钓出一个地狱大螃蟹来？地狱大螃蟹很厉害啦、啊！哎、欸，你知道它有水面有走动吗？有，可是我没看，我没仔细看。银鱿鱼钓起来了，换你钓。我该不会又钓到地狱大螃蟹吗？而且天快黑了，按三角形，按叉叉。嗯、你钓一次，我们就回去要洗澡了。看三角形，快天快黑了。有沙丁鱼，好了。你用奇美拉之一啊？你不是说不要用？这种时候一定要用的啦，就是要这种危机的时候用。我再不回去又没位置睡了。对啊，一个人都醒了、啊，你不用担心啊。等一下他就要去睡我的位置了，所以要五张床才够所有人睡吗？不可能，要6-7张吧。还有位置摆吗？还有啊，另一边也可以啊。我先来整理一下东西。啊，这边都满了。到这边好大王花、硬直草、螃蟹的那个爪子、银鱿鱼、粗树枝好像是放在那里的。你可以做那个，你可以做蔓越莓。蔓越草、蔓越丸、蔓越丸。蔓越莓。然后我们救好那个人，我们救了全党去洗澡了。可能已经快要被你死了吧。
满月丸可以做了，一次就做三颗哎，麻痹针一个，银鱿鱼一只，白色花瓣一个。哇，黑色满月丸做了三个，你去救他，看。他已经快要病倒了。中间这个，给他，怎么给他？没有，他不要。我的头好痛，快给我一个痛快吧！为什么他不要了？是这个人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我自己吃了？有了，给他了。我休息一晚试试看。谢谢你给我吃麻痹草，可是好像还没好。我好饿，身体好痒，好痒。我们去睡一觉，看他有没有变化。啊，我会变自己吃的了。按错了，我吃了浪费我的满月丸。满月丸没有。那再做就好了。你又没有材料做。要去收集就好了。你又没有银鱿鱼。啊，缺一个银鱿鱼的。那个人好了没？欸、那个人怎么还是没好？他还说好痒，好痒。呵呵，药果然没用，没用。乌鲁斯肯诺瓦，救救我！痒，好痒，呜啊呜啊，哇！他也变得跟他没一样了，就是不知道要什么了。你到底要什么？只剩这个炭烤沙丁鱼的了。我们先存档吧，下次再去找炭烤沙丁鱼，因为已经超出时间太久了，只剩炭烤沙丁鱼的那个人了。我们明天或是下一次再来找炭烤沙丁鱼，只差煤炭了。只差煤炭，一九睡觉别的，然后红脚条对小狗吧。还不知道，可能连等炭烤沙丁鱼的那个沙丁鱼的那个吃完之后，他们大家可能就一起有故事在发生了、哦、好啦，我就玩到这边啦。今天哦，而且快没电了，剩一格电了，我们充电一下。哎、欸，它电力的符号消失了。那怎么样才看得到电力？你刚好看到剩一格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就充电了。然后要洗澡了，哎，看一下，关闭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我们去洗澡了，大家晚安，希望大家要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今天还是有钓到鱼，还钓一个地狱大螃蟹，地狱大什么蟹？它的，然后它的夹子，地狱来的，对，很厉害，地狱大螃蟹。